对，这样可是这样才能做的。这个隔空咒术你们其实是木板，不要。我刚刚在超远距离，我们砍树砍到一半，然后把那个斧头放下来的时候，然后我按一下 X 哦，你明明在面前，可是他还是咒死了，好夸张。切斯特已经变一个很方便的东西了，他每次出来对我来说都是方便，因为把他咒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走一走他就会死，只要按到 X 他就死。吐血，他是个。动了，多重动。这些可以砍吗？再等大一点，再等大一点会比较好，木头比较多。我先出去外面砍的。哦，今天在被扒了。念君，你有没有蜘蛛网？蜘蛛网，给我一点点，给我一点点，我要做钓竿。噔噔刚听到，好，我去科学仪器才能充电。哦，干，是啥小？尸体消失就出现的声音。嗯，我的钓鱼竿去哪了？你要还我蜘蛛网？啊。我来砸开石头。可是我需要钓鱼竿，先还你好了。干嘛捡草皮？等下我干嘛捡草皮？我不要草皮。铁锤可以用来砸东西，废话。马鞍呢？小鞍。小鞍。我话还不讲。我来铲除那些兔子。超方便。哦，找到那个坦普斯。什么是坦普斯？他掉了一堆煤炭，还有怪兽肉，好烂啊！木板要怎么做？好问。木头啊，不是吗？哇，多木头！我要先做箱子。切斯特，我的花快烂掉，我要把它吃光。我靠，太狂了吧！你花怎么？你花是给你捡，你捡来给你放烂的。我要种东西。火鸡耶！我得到火鸡耶！我打死那只火鸡。有种就不要这个！呜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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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吵。屁啦！我揍一下切斯特就死了。我是揍个地主，切斯特就死了。切斯特恨。屁啦！揍地主一下，切斯特就死去了。我要怎么玩游戏、啊？千金难买早知道。没有早知道。不要选个角色，太麻烦。把石头类放在家里。
可以啊，可以再做一个花花的。我需要一只蛙洞。有两只戒指都超吵的，好了，这个也太耐用了吧，这个草叉。哇，40个草，这么多，还你戒指头。12个小肉块，13个小肉块，剃刀，可以剃五种。谁要剃胡子？那个撞到蜘蛛啊，蜘蛛它的胡子剃掉跟蜘蛛网。对。那它会打你吗？嗯，不会啊。它会打你？不是我们的个肉块，是我们的角色是那个。哦。看我的这个可以当那个光源棒，我的电池棒。你要看到我是这个肉棒吗？好配。肉棒。要不要在那边？那我等一下你不要你该不得捡那肉块吧？捡两块。那就捡。好，要捡就捡吧。这些东西是什么？没有，树没有音效，我真的是不习惯。哦，你早说嘛！几点肉？12块肉。好的。看你吃起来好像原始人哦。我的切斯特在睡觉。然后走步要一次做三只。为什么你的角色是讲英文？我有成就了蝴蝶翅膀。哇！对吧、啊？我的角色是讲中文。我的比较聪明啊。我想看个东西。我还想做更多。你看我，你看我。好，我上喽！哈哈哈！我要跳王子，我也可以啊。拜拜！我要跳舞哦！太热了，太热了！哈哈哈！敢吐吐喽！给我放个东西，拿我的来放。对啊，因为我会被我揍死。他正在和那堆垃圾纠缠。如果抓到兔子以后一直不对它怎样会变怎样？不会吧？你可以把它抓回家里啊！你可以做一个栅栏啊，叠起来。我想说它有耐久值嘞。你放什么东西进去啊？你放一大堆垃圾给我。是它东西不在。天哪、啊！我都是要拿来收集的。浆果那里垃圾，浆果可以吃哎、欸。没有，其他东西是大小。好，我给你三个烤胡萝卜，好不好？不用，我已经很饱了。你很会吃哦。看，你就把它走过来，把它采光，好肥啊！我42个稻草了。猪人在哪里啊？我要捡粪便。就一只，我刚看到这里。看你有把它打死吗？没啊，它躲到家里了。我去敲他门了，他会跟我说那个、欸。查水表。出来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出来查水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快点进去啊，笨兔子！屁啦，狗干！烂陷阱！哇！看，哦，雪儿别好了，别好了，我怕你结石都会死去。要抓，
要抓一波兔兔。21朵玫瑰花。坏掉了。我要送你87朵玫瑰花。你阿妈就这里想你呀。爱你。我愿意，你不用怕。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电死我啊！根本走不动哎、欸。就是就走。54个稻草哎、欸，54个草、欸，56个，57个，我要一直整理自己。59个，60个。有芦苇、欸，是哦，我抓芦苇了。魔法帽子，你有魔法帽了，这干嘛用的、啊？可以建更多东西啊！是哦，可按你的魔法。我捡到触手尖刺哎、欸，独、哦、奏乐器、欸。可是你需要那个恶魔蓝鸟。我捡到触手尖刺哎、欸啊，超屌的武器。不在。炼金术引擎是哪个？哇塞！哪里有炼金？哇，2把触手尖刺哎、欸！触手尖刺。剩下的草。你有没有多的树枝啊？我没有啦，我没钱。哦吼！哦，装不下更多东西了，不然我有3把触手尖刺。我有背包。我准备吃掉。3把触手尖刺，我不要怪兽肉。我去分武器了，耶、yeah! ！有蚊子是怎样啊？这游戏。谢。可以给我点木炭吗？我找到沼泽地了、欸。我没有木炭啊，没有木炭。我帮你找人，你打过来，我一块就够了。啊，你有没有石头之类的？有一颗。我有。大了，我其实也回来了。我其实这终于回来了。谢谢。哎、啊，我要碎石。要怎么只丢一头？我要碎石。这我有12颗。熟能炼珠炼金术引擎到底在哪啊？妈的，不知道好像什么做，这样就不能做更多东东了。合成吗？不是啊，炼金术引擎呢？哎、欸，我给你们这个，你看，哇，看这是那什么肉棒、啊，这个好恶哦、喔，这是武器啊，我有电击棒，我干51耶。我抓了3个哎、欸！妈，51，操，很高了吧？然后一把杰克也不捡了。啊，我电击棒，电击棒比较棒。电击棒多少啦？哦，那是我的，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看不懂哦，杨小姐。好好，我捡起来。魔法帽是什么？电气元件。炼金术引擎要10砖块木板，还有电器元件，13个烤肉块，10砖块是要用大理石合成吗？你有没有需要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你没有需要，我讲太小。你有没有那个啦？哎、欸，肉棒，给我点稻草跟树枝，给他一点肉棒，60个稻草都可以、啊。你我用你掉一点点就好。还有48个小树枝，先给我，先给我。这是奇遇。我点你，他叫这是奇异。我给你的不是。有啊有。无奈，可是他总是不在。我怎么被你挖成这样？有多难看？那你不还啊？你用。没有，我就说那个草。怎么没办法放在右下？这是太多草草地了。我的稻草。等我一下。我要去烧那个火堆。嗯，你要烧什么？我要拿草烧火堆啊，靠北。然后我草还有树枝啊。OK 啊。
我的切斯特在哪一只啊？哦，里面有金，里面有金块是一个。拿去。让九仔详解。对，好了，我的。啊，树枝嘞。OK 了。中间是按九仔吗？点一下，点一下。46只。48，万年妖好凶啊，48了。点蓝一下。有鸟哎、欸。靠，我刚给你的石头嘞。嗯，我给你啊。我的切斯特是哪一只啊？这只啊，上面这只啊。空了，这只是我的。哦，把乌鸦还我。不会自己开哦。乌鸦。你把乌鸦放进去。拿了。我把石头拿走了。可以。魔法帽子是不是应该盖在科学机器附近？应该是吧。太远。你撒娇。好吵那个。我需要树枝，我要去捡树枝了。我要去做炼金引擎了。我先找一下要什么东西。怎么了？炼金引擎在哪里啊？忘记了。有吗？不是。我们生存到第六天。炼金引擎可以做，可以干嘛呢？我要电器元件。电器元件需要金块、干花石头，还有石砖。我先去找族人。你这根小屌，猪人在哪里啊？在你的懒觉里。怎么这么贵？我可以吃怪兽肉。嚣张哦！而且我不会扣血。你不要太嚣张哦！哎呦！哎呦！不要！三只青蛙。好多、哦，来给我一下，我要挂肉，顺便挂一个肉上去。挂这个什么鬼？我要先出去探险。你说猪人在哪？啊，在，我刚随便走找到的。真的假的？我靠！好像缺猪人。哦，青蛙腿。切。谁把腐烂的食物丢在地板？可能是我。你哪个？像我电击棒。地上一堆腐烂食物。电击棒怎么重做？有耐久吗？有啊。那应该就是在合成吧？它好像不会在武器。你那只角色有的东西好像不会。OK OK。都翻翻看啊！对，不可以。我可以吃腐烂的食物。啊，腐烂，稿子怎么样？有没有比较耐久一点的稿子？黄金稿。黄金稿吧。哦。我需要粪便，我要圈粪便。这蜘蛛哎、
我要晚上很大，很不错。都没有东西。你那脚是走路好快，好羡慕。那切斯特真的很好笑。小肉块，我有一个小肉块。哇，十三个烤过的肉块，好肥。还有鸡腿，我要塞一点青蛙。啊，黄色羽毛的。哎，太胖了。偶尔累，树不能长太大，有时候会变成树妖。有树妖就打。这需要更多的科学。开箱喽！我刚好箱子我怎么没法开？哎呦！哇哇！紫色的，好稀有。我现在要怎么开这东西？变身。干，没什么变吗？含着绷带的身体，孤花背心、欸、也有，哈哈，蓝色的哈，穿了也没用啊。欸、不是想解，告诉我，穿了根本没用，欸、有用哎、欸，你看穿背穿那件背心，哇，你那好帅，哎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哦，啊，这是奇遇。然后有这是奇遇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是炸鸡腿啊 ？What the fuck？ 啊，我鸡腿就拿去炸边炸，竟然去烤边炸鸡腿。啊！在这表现。然后他一直很讨厌，他是个木板。这两个、哦，他们没有。哦，76个草啊，还可以再多保存。怎么那么多蜘蛛陷阱？我不知道、欸，他妈也太多了吧！不会啊，我怎么，我觉得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你说的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的未来不是梦。小心没分手。哎，可以砍树了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做成一百。